十十幾歲嗰時候，其實我代表過香港啦。我最深刻印象嘅唔係攞杯嗰次咯，最深刻印象係有一次去泰國比賽啊。咁就嗰陣時候係13、14歲咯。咁整係分開界別噶嘛，分開年齡噶嘛，十幾至十幾又一組，十幾至十幾一組咁樣。我好記得嗰陣時得13、14歲，但出到踩落球場嗰陣時候，哇！全部都淨係到佢哋心口嘅啫。佢哋出曬啲17、18歲嗰啲出嚟俾我哋踢咯。咁我淨係記得，即係直望淨係見到啲心口咯。嗰次係淨係俾記得俾人，總之一埋力就撞到反轉咁滯。咁嗰次係好深刻印象啊！我哋成隊波咯，因為大家淨係望住對方嘅心口，唔知記得。最後就可能輸啊，好似輸啊，因為人哋出啲出17、18歲喎，對我哋14歲到啫喎，我哋。